这是伽利略的气泡哈。会买这个主要是因为笔电放桌下以后呢，这三个 USB 孔呢，延长线呢，接上去以后，那个 USB 线太长了，所以外接音碟就读不到讯号，所以就要找 Hub 来用1099。但是最后决定还是买这个好了，蛮好看的。然后呢，如果今天我要摆这里，哎，这样也可以，漂亮。会不会掉下去啊？也不会掉下去，这还蛮适合的。哦，电灯线接在这，所以不行。我本来想说摆这样子好了，不过后来想想，反正延长线先接延长线试试看，这个就先丢桌子底下。如果接延长线以后，如果接这个延长线以后呢，它的速度还是跑不出来的话，就不接延长线，直接从桌子底下牵线上来，然后摆这边，其实也还蛮好看。所以最后决定买漂亮一点的来用，可以丢桌上，也有可能等一下机会丢桌子下。我不想要桌上太多线。好，我等一下来试验一下到底速度会不会掉。速度八十几，这不是 3.0 的规格。好，速度有出来，160几。这是那个有到 3.0 的速度。好，外接硬碟。180，好，外接硬碟有。这三个 USB 延长线上来的孔都有到那个180，这应该 USB 3.0 了。那这样就收工了。好，桌面还是这样，那个 USB Hub 就不拿上来了。这是 USB 3.0， 我们来看一下这随身碟好了。140。虽然骗人节订阅我，每天晚上6点都会出新的影片哦。那我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爱大分享。哦。